推开厚实的大木门，扑鼻而来的是熟悉的香味。位在彰化县的双双咖啡，虽是一间咖啡店，但却卖着台湾著名的好味道——咸酥鸡。由传统的盐酥鸡摊转型到咖啡厅，短短两年却累积了许多好口碑。除了招牌咸酥鸡外，浓郁的意大利面也是许多闻香而来的游客喜爱的料理。大片落地窗让店内空间充满自然阳光，也顿时成为了忙碌生活中停下脚步的好地方。